为了追老板女儿来他家饭店上班，没想到今天来个竞争者。出来在家上班不要钱也行的，咋回事啊？我之前实习中的男同事，最近老给我发早安晚安，还给我点朋友圈赞啥的。这小伙他目的肯定不单纯，我帮你给他劝退了啊。咋了兄弟？看上我家经理了？从你眼神里早就看出来了，你要是喜欢我家经理，跟我说，我帮你支支招。毕竟吧，我俩了解还是挺多的。你帮我支招吧？啊，拉倒吧，我觉得我行，用你打样，你看看。啊？怎么了？啊？看见了吗？我看啥？不是看啥呀？你干啥了呀，兄弟？这还不明显呢？啊？他都接受我俩爱意了，这还不明显？这还没干？你行啊？你行，你去啊？啊不，我去，我不行。你去你就知道咱俩差距是啥了。不，我不行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是。别光说，不你这，那个经理，你那今天能吃凉的吗？要不然我不想吃给你了。那啥，那你喂我吃呗。啊？行不？行，你这老大行了吧？哎，是吧？我忙着呢，兄弟。啊，牛逼呀、啊！不是哥，不是师傅，师傅，我把你认识，你告诉我，你教教我咋做到的？哎呀，这算啥呀？追女生，你得会套路。还女生吧，我拒绝不了强势的男人，你得像霸道总裁一样，你得拿捏他，懂没？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开窍了是吧？我打样。我现在被开了，没机会了，以后啊。不是兄弟，你再喜欢一个女生，你也不能追人家里来呀、啊。那女生都矜持，那谁受得了啊？你这样吧，这饭店呢，你以后就别来了。你不行，试试网恋啊。网恋？哎，网恋行，我知道了。师傅别说了，我开窍这么快吗？是吧？不是兄弟啊，兄弟，哎，你这瞅着呢，看着呢，挺好看的啊，腿挺长是不？长腿。哎，看咱俩呢？嗯，看着呢。我看着吧，你怕啥呀？有啥不好意思？看着呗。那个咋出来了呢，媳妇？你有病吧？哎，没叫啊？哪叫了我？胆儿挺肥啊！你叫我啥呀？没有，啥也没叫啊，宝。